咱的兵，演过星空庙的星。这是台湾的兵，演过星空庙的星。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黄山老祖庙至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及当下法会坛上列位祖先祖祖灵佛会大众等，阿弥陀佛。我们继续为各位来共修禅解王禅老祖的天威，左掌天地，右施佛力，大慈大悲，天地无我，行生救苦，消灾化解，普度众生，天下太平。这是在赞叹王禅老祖的天威。我们身为王禅老祖的门下弟子，啊，不管你有皈依没有皈依，你眼睛一听到王禅老祖的圣号，啊，灌入脑海，转入心田，你也已经开始是王禅老祖的印心弟子。啊，未来际个个成佛成道成圣成贤，王禅老祖法脉昆仑，消灾化解，故我稽首顶礼。王禅老祖的法脉从地球的昆仑山的法脉落到地球的五大洲，而且王禅老祖所理所掌的八卦事实上也是地球，所以地球在王禅老祖的掌中，地球很大，但是在王禅老祖的掌中还是一颗球，啊，这才让我想起到我民国七十一年一场病差一点病死，求救无门，要医药网校，所以经过好朋友洪清田先生的介绍去台湾祖师，心灵台湾祖师去拜佛，当时观世音菩萨就开示了，
哦，你没有病，回去。我寸步难行，还不能说没有病回去。啊，要回去，把那一颗地球找出来。而每当你地球拿起来玩的时候，天下就大乱。我吓了一跳，没有这一回事吧？怎么可能地球呢？因为我是研究测量的嘛，研究天文测量，所以我必须要地球仪啊，就会转，左转右转。我想一想，每当我喜欢啊研究那一颗地球的啊地理形态的时候，确实那一段时间天下很乱。所以我当场在观世音菩萨的座前，我跪下来了，我说我不知不罪，啊，所以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回去把地球献出来，要亮相。我坐在阳台亮相，烧香禀明，我愿意修行，我要生活意来供养修行。啊，其他我就都不讲了，什么我也不懂啊。只要我身体没有病，那我就好了。所以王禅老祖那时候啊，他们在谈，不在谈什么我也听不懂，讲的话语我也听不懂。在整个的修行过程充满着神奇，而且也充满着天机密。所以回来之后我就一直念佛了，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身体难过也念阿弥陀佛，好了也是念阿弥陀佛，什么都不痛的时候也念阿弥陀佛。啊，开始渐渐的会就印心了。到了六月十九日，在台湾祖师庙、祖师殿、观音殿、三宝佛前，啊，在那打坐，一直念佛，念到浑然忘我。我只觉得好像在一直要飞上去，飞上天上去，但是我还是坐在地板上。啊，念了一直念佛，念了一段时间，将近半个多小时，又静下来了。啊，静下来，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的开口说，啊，你的指导灵，啊，王禅老祖下来了，我也不懂得什么道理，什么王禅老祖，再开始讨论开启蓝天的事情，我更加的迷糊了。所以在整个的曲曲折折一个多月后，这开启蓝天门，开启蓝天门，在蓝天圣门座前九大菩萨的讨论，印心觉明，啊，唯独王禅老祖受到诸佛菩萨的赞叹，当下地球保护地球是台湾祖师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责任，啊，需要王禅老祖来协助保护地球。在那时候我更加的迷糊了，我哪里有什么那么大的天命啊，我只是一介凡夫凡人而已，啊，怎么敢妄想啊祖师还有诸佛菩萨所开示的心法，啊，我只觉得王禅老祖的八卦是九大菩萨来世间上修行没有实质的了解应用易经八卦的真理来普度众生，啊，唯独王禅老祖有这个经验，有这个实证，所以在蓝天圣门玉帝座前就教了天下太平的天命给王禅老祖，啊，所以才38年来我们所修所求是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啊，大家都能够成道回去，要成道回去要找什么样的才有这个缘，都是一家人，就是上一节我所说的用易经的八卦，先天八卦后天八卦，它的阴阳顺逆法则来相互的印心，才能觉明觉悟到明心见性，啊，才会觉悟到大家是同一条心同一个根源来到世间的。所以从任续年1971年的开启蓝天之后，在蓝天圣门
九龙座前，诸佛菩萨的会议，我都还记得清清楚楚，很赞叹诸佛菩萨的无上甚深心法。啊，尤其王禅老祖非常谦虚的啊，接纳了诸佛菩萨的相互所托，啊，以中华文化道统就是易经，王禅老祖开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已经有7000多年，7000多年来印在每个人心灵灵台上，就是八卦真言。哦，所以整个的天台上九大菩萨啊，都非常佩服王禅老祖他对于中华文化易经的深奥和风水学的哲理，以及宗教的禅机融合的那么圆满。所以易经、风水和宗教融合了那么完美，所以有就有一条从天上降下来的真气啊，一以贯之，行了一个王字，王禅是这么来。所以今天我们维新弟子们所敬拜的王禅老祖的源流是这么来，他的圣号啊，已经具足了世间法，出世间法啊，这个是易经、风水啊，这是世间法。宗教出世间，在入世与出世全部集合在王禅老祖的身上，法身、圣身、所以我终于明白了啊，所以王禅老祖啊，他开启蓝天之后开始规划要在世间成就世界和平的新宗教，世界和平新宗教，所以才定名为维新圣教。好，源流是这么来，
而不是随随便便的，我喜欢什么教的名，就以什么名，那是不可以的。啊，必须要依照啊的天界诸天圣神印心之后，啊，我才敢取这个新宗教唯心圣教。那么教要有教义，教义很重要。啊，教义重要，第一是《易经》、风水、宗教、霍尔维曾经有一个王字，啊，《易经》大无其外，细无其内，风水满三千大千世界，宇宙虚空，宗教细无其内的思想异世界，这样才能圆满。所以教义就以易经，易经来印心啊，易经来寻找从蓝天降下来的菩萨文，来会心会灵和会身会佛，用易经。风水这是大地环保，环境保护的清净娑婆世界，这风水学。然后宗教心灵的升华，心安的境界，要以易经的真理来唤醒从蓝天而来的菩萨们。犹如今天苏澳道场严正法师所带领的苏澳道场的讲师，还有所有法工义工贤士同修，这都是以易经的真言真理大道来会心会灵，而从这里就可以验证到大家都是同是一家亲。所以在中华民族世代以来，易经八卦啊，都是人人所乐于接受而且研究的人生哲理，这都是天下一家亲呢。啊，所以两岸也是一家亲，明阳两界是两岸，都是一家亲，印心绝明。所以大家要悟，要悟透了，你当下就见性成圣成贤成佛的境界，是无上甚深的华喜呀。祝福各位。
各位维新神士及各位庄善诸士，当下法会坛上名扬两界的菩萨们，阿弥陀佛。王禅老祖的教义是易经，易经可以知吉凶、风水，可以创造净土，而宗教可以心灵升华，构筑成佛回去的一条路。所以王禅老祖成立了世界新兴宗教维新圣教的教义，就是这三宝：易经之宝、风水是宝、宗教是宝。来，这三宝合起来为王。王不是只有王禅老祖为王而已，而是每一位的内在心灵都是王字。啊，这个王哎，上面顶着天，脚踩着地，啊，人的是人，天地人三才一以贯之，所以人都是王，人都是助真，啊，世间的助真。那么三横里面，这个三次元六度空间，三次元六度空间啊，就是乾卦为天啊，那么天地人本来都是贯一的，无论王侯将相、宦夫走卒，都是王，所以王为心也。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个人啊，你们从蓝天而来的菩萨们啊，你们来到娑婆世界世间，任何一位人，无论是王侯将相、宦夫走卒、贫富贵贱，凡是人都为王，心为王，是最尊贵的灵性为王。所以我们维新弟子们啊，看人不要势利眼，任何有缘的人他都是王，这从天上而来，来到世间，脚踩着地，是大地平均平衡，所以这都是王。王禅老祖的启示我们人应该要来相互的尊重，不要说你大国要欺负小国，这样就不是王了，那就是霸道，不是王道。开悟有智慧的是王道，没有智慧的是游离颠簸的是霸道。
所以我们唯心弟子都是从蓝天而来，无论你当下你在地球任何一个世界，当下地球196个国家啊的天瘟煞神啊都降临了，大家的本尊都是王子哎，哦，所以我们了解了，我们就要相互的尊重。你有形的啊权势啊，抵不过无形的从天上下来的灵性。那么从蓝天而来的诸位菩萨们，你们既然来到地球了，共同的印心叫慈悲与洗手，洗手与爱和包容，而才能够见到本来的良心。各位试看，我们这么多的15615姓氏，啊，917位天子帝王，日本124位天皇，韩国202位天子帝王总统朱建林，哪一位将他的世间尊宝带回去？最喜爱的贵妃也带不走，所带走了是悔、后悔、怨恨、悲哀啊等等的烦恼，带回去而已。所以我常常奉劝人在世间上要以爱为出发点，不要以恨和怨和厮杀强夺侵占他人的生命和财产土地，而这样会越陷越深，到最后还是一堆白骨而已。你所得的是什么？啊，这个是要我们去悟。所以八卦，8卦64卦，每一卦每一个方位都有它的爱与能量慈悲的原动力存在。所以王禅老祖啊就开始在民国72年1月15日开始以易经啊来占卜人事物鬼神六道群生的吉凶祸福了了分明。所以王禅老祖啊，本身就具足了8卦64卦384爻啊，合成24亿6400局的妙智的智慧啊，都毫不保留的传给所有唯心弟子们。
所以我们才尊称王禅老祖为妙智圣，妙智圣王禅老祖。所以王禅老祖的智慧，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以最浅显的，就是《易经》以人为本，为本，啊，就是六亲。我父母、兄弟、子孙、妻财和官贵。六亲、六爻啊，以人为本，所以《易经》是以人为本的大智慧。所以本教我就以六亲来研发，悟了命卦禅机。六亲也有他的妄象修穷，有六甲，六个甲子，甲子甲寅，甲辰，甲午，甲申，甲戌，这是六甲，有妄象修穷。啊，六爻，然后有妄象修穷，四十八节，啊，之妄象修求空破木绝进退，这都是禅机。所以王禅老祖将六度空间、六亲六甲啊，阐述的非常清楚。啊，《易经》是个体，啊，个体的前后左右上下是六方弥合。六方弥合，人再大的人也是离不开六方弥合，再小的细胞也离不开六方弥合，所以一切术士犹如浮云啊，都离不开六爻、六度空间啊，就是六度空间 X Y Z
啊，三个格子开始，六度空间，大无其外的 H Y 界，细无其内，再微小的也是六度空间 X Y 界。啊，前后左右一个个体都有它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都有它存在的能量和它的功德力，所以这也已经王禅老祖道尽人世间的天机密啊，人都有妄想修求，都有六亲，有六受，六受的护法神，人都有六受，有护法神啊，有六亲，六亲也都有六护法神，六甲，六个甲子也是有护法神，六爻这也有他的护法神，所以每个人都有护法神呢。护法神是青龙、朱雀，青龙、朱雀、勾陈、成蛇、白虎、汉玄武，这六兽人都有六个护法神，个人个人的护法神有的是青龙，有的是朱雀，有的是勾陈，有的他的本命啊，就是成蛇，有的本命白虎，有的本命驾驭着玄武，所以这个都是王禅老祖所开悟出来的天机密耶。所以我们唯信贤士平时不要与人结冤仇啊，未来更不能与人也结冤仇，冤恩相报何时了啊，你不理解你的六亲，不理解你的六兽，不理解理解你的六甲，所以有各人各种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是王禅老祖总归给我们一句真言：不与众生结冤仇，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要咄咄逼人啊，你就会留了出路和后退的空间啊，这即是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啊，对于从蓝天而降下来的诸位菩萨们告知啊，用易道
天机来，大家来结缘，来续缘，来珍惜人与人的缘。啊，我们一生啊，必得幸福、光明和快乐。所以，我们微信弟子们共同的本愿，就是天下一家亲，世界真和平。啊，这是创造每个人立足点，前后左右、上下的人，万生万物都要尽调和。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普度群生普度群灵的用意，用易经来接引各位，然后传心法给各位，就是那一句王禅老祖四句偈：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好，再来，我们要回归到蓝天净土，你就念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家属灌顶见太平。然后最后来就是要皈依了，南无就皈依，南无无量寿回骨仙师王禅老祖。这是我们到最后来我们皈依啊，王禅老祖，我们必定可以回归蓝天净土，回到自己的家，蓝天净土世界的家，啊，才不会再流离世间，啊，沉沦六道群生群灵。啊，这即是王禅老祖和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诸佛菩萨啊共同的大悲愿。所以各位都是从蓝天而来，你们大家要从蓝天回去啊，蓝天净土是自己的家，你要回到西方极乐净土的家，必须要经过蓝天净土才能回到自己的家。现在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还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祝福各位同修啊。